连续四天的双十连假，吉安乡公所将在浩客艺术村举办创意市集，还有国庆彩街游行活动，将有60摊各式各样的市集摊位，以及精彩的现场表演节目，而每天都会发送2400张的免费消费券，让民众享受采买的乐趣。而在10月9号下午4点，还有国庆彩街游行，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四天的假期，全家一起来，好吃好玩又健康。迎接国庆日，吉安乡公所今年特别举办吉安庆双十在线武林风华创意市集活动，一连四天在浩客艺术村有60个摊位展售文青商品、原民美食、在地农特产，还有新著名的异国料理。而10月9号的下午还有国庆彩街游行，非常的热闹有趣。除了西博市集、创意摊，以及我们在地产业农业摊，还有原住民的吉野餐，以及新著名的异国料理餐，在我们的2点1000张的体验券，4点600张的体验券，6点800张的体验券，天天都要送给大家。最精彩的高潮在10月9号的4点到6点，要来进行双十国庆彩街创意，背上了国旗，穿上了旗袍，拿出了口号，身材的高跟鞋，哇，到底是怎么样的创意，会在我们的中山路来为我们呈现不一样的双十国庆的精彩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四天连假，60摊的摊位，以及30个我们创意彩街的队伍，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。现场还有在地杰出团体带来精彩表演，以及有趣的闯关游戏。每天有3个时间点要发送免费的消费券，让民众享受采买的乐趣。吉安乡长游淑珍欢迎在地乡亲和各地游客双十连假来到浩客艺术村，感受最丰富、最热闹又充满欢乐的国庆气氛。谢瑞慧，吉安乡报道。